这个马腿打断了呀。上路，这是机会，发起进攻。我跳跃，给我一个机会。哦，好吧，我们跑得很快，后面切入。我来了，朋友们，大家注意看，我这一波螺旋操作。哦吼！我死是必然的，因为我跑得有点慢。我们跑得很快，后面切入。我们跑得很快。下路的话，他应该是打得过的。这芈月不好打射手。芈月不好打一般的射手。往这边。我回来了啊！这都可以这么远，他这是蒙的，运气比较好。我要笑了，上路，你注意看我怎么操作他。我走到侧翼，一手大招顶墙上，二技能反手拉开，往这边走，我顶，我一技能我进化拉走，我顶，打不过。太难了吧！哎呀！啊，这什么鬼伤害啊，动都动不了一下啊，浑身难受。两个不祥征兆，三个冰心，我砍过去一刀，我这辈子就没法动了呀，这个马腿打断了，浑身难受。哇塞，一技能进化大招开起来，我顶，我起来，我哭了。先不闹，开什么玩笑，我们明天见。